11月2日消息，据台湾媒体报道，欧弟前妻郑云灿近日被拍到与25岁男星陈浩森同回家中，两人前后走进家中后，直到深夜也没见到出门，第二天又一起吃早餐，可能还是很担心被拍到。郑云灿不时地到饭馆门口巡视，两人把用餐的座位也刻意选在了饭店最里面，似乎不想太明显的同框。据台媒称，两人在吃早餐时还一度消失，没想到却是来到饭馆后方交谈。照片中能够看到他们坐在一起的同框照。台媒称，不过算下时间，两人已经在一起大半天，推测他们或许是情正浓时。不知道欧弟的前妻对此恋情绯闻会否回应呢？就在8月4日，欧弟宣布与郑云灿离婚，称经过6年多的磨合沟通，很遗憾两人没办法找到更好的相处之道，已经办完了离婚手续，和平分开是我们想到的最好方式，对孩子对彼此，世上多一对怨偶，不如多两个可以给更多爱的爸妈。喜欢就订阅呗。